一关电脑，看女友反应。我可啥也没看啊。紧张、心虚，我还啥都没问呢。不是，哎，我就随便看一看。随便看是不能随便。哎，你别抢我电脑，你过来我正好看完，所以我就给它合上了嘛。我真的是啥也没有看。不是，都一个被窝里的哥们儿，有啥不能看的呀？不是，一个被窝里边的哥们儿，你也不能偷看我隐私啊，是不是？你到底给没给我看？别吵闹。哦，不是，主要是你们女生真的不适合看这个东西，她也看不懂啊。你懂个六饼啊，你懂。我可跟你说啊，这里边所有演员的名字我都能说得上名字，你能吗你？理论会的多有啥用呢？你得实践呀。你到底给不给我看？你别抢。你如果非要看那也行，但是我提前跟你说啊，人家这里边的所有的演员穿的都是制服，你这能行吗？放大了看，那你快点啊！哎妈，你这穿的是啥呀？这是没有制服，偷看得呗。哎呦，那行吧，那我跟你说啊，那待会儿咱俩看的时候呢，边看我边给你展示啊。这个呢，就是迪迦奥特，体重35000吨，所带技能宅配利奥光线。哎，你看啥呢？不是，你不爱看迪迦奥特曼了？那要不咱换个赛罗？那你看这玩意儿，让我换啥去？我也纳闷呢，我不是为了让你代入吗？我还以为你真有迪迦奥特曼的制服呢。你是宅配利奥光线。